開閘嘅時候都好平快嘅閘箱啊！前面快噶嘛，美好世界快啲啦，中間八千絲啦，外邊綠色衫啊，旺旺神區第四位有馬魯啦，內欄第五啊，智取神區中間黃衫咧，仲有一先生啊，好多層啦，有曾友咧，伊神啊，粉紅衫啦，出邊啊，中華盛景啊，後邊個五匹馬敏捷神區向尾五啊，尾四咧紫色衫嗰匹咧就魅力之餘啦，後邊三隻總理啦，淺藍衫啊，紅愛社啦，黑衫內欄暫時殿後係嗰只武林密碼嚟嘅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頭嘅馬係美好世界啊，快過八千絲添啊，馬路啊跟住第三啊，內欄第四有智取神區中間黃衫第五一先生啊，一路俾人頂住喺出邊喎，綠衫紅帽係旺旺神區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粉紅衫就伊神啦，等入邊咧仲有曾友啦，後啲嘅馬啦，敏捷神區啦，外邊位置紅衫啊中華盛景啊，尾四內欄係嗰只魅力之餘啊，武林密碼黑衫紅帽亦都攞出去，大愛當衝係紅愛射嚟嘅，最後直路啦，美好世界拋離咗大半個身位嘅，咁啊見到中間等緊位曾友黃衫啊冇位喎，中外檔追嘅馬有旺旺神區咧，伊神啦，再後多層就武林密碼啦，出邊位置上咗少少咧就中華盛景紅愛射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啦，中間敏捷神區已經係追咗上嚟啊，埋邊有美好世界，中檔仲有曾友接近終點，曾友響埋邊，咁啊終點前將敏捷神區趕過埋啊，第三名美好世界，第四名咧旺旺神區就有啲力弱啦，武林密碼就追上嚟啊。結果今場賽事，以為敏捷神區有機會贏嘅時候，咁啊冷不提防，埋面爭友三幾個節目將佢追過，美好世界第三，至於跑第四名嘅嘛，應該係旺旺神區嘅機會高少少啊。十一號嘅爭友臨尾又係飛到馬道啊，董明朗啊夾住啊何賢啊十一倍啊，咁啊勝出尾場賽事啊，跑第二名九號嘅敏捷神區咧潘頓，第三名四號馬美好世界霍黃色，第四名咧先就只十號嘅旺旺神區希威森。以為潘頓咧有花 win 啊，最後都係俾真友過咗。睇佢諗啲飛啊，係啦。俾著六格十一倍，有次快博嗰啲又咁落飛，又好遲嘅。係啊，頭先都喺一路喺度及住佢係嘛，廿倍啊咁嗰啲時候。暫定名次十一號、九號、四號、十號嘅。